非常非常的特别，特别了，特别是嘞，特别了，来了两位特别的来宾嘞，就是我们的孙兴、严友兴。的时间这么的漫长，对啊，什么东西自己慢动作了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刚刚我们这个大戏的这个男女主角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当然是演技要非常厉害，而且最主要他们已经合作三部了，我相信你们的默契应该是好到不能再好了。对啊，之前说了，还差一点点啊，还差一点点啊，如果再加一点点，我们会变成情侣啊。对，所以不能加，所以不能加，不能加，差一点点的可以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进行演技大考验了。当然了，两位都是演技派的红星，但是进行演技大考验，总不能考他们唱。唱歌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喂，可以，他有一可以，他也可以啊。柯达西里面，对啊，您太过分，因为你有发过唱片。有啊，有啊，有有有有。那个失去你没什么，忘记你没有泪又流干。喂，讲太远了。人家哪有这样子啊？有啊，他的歌好听的。现在喝酒也可以主持节目吗？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曾经演过祝英台啊。这演过梁山伯，四九，这个演家里的狗，我演过家里的狗，对对对，好，那进行我们第一单元演技大考验，耶！好，来来，我们先越来越难了，预备来，想家，哦，有想家的感觉啊，思春，一边思春一边想家，好，哦耶，哦哦哦。漂亮，好，一边思春一边想家，又肚子痛。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不愧是影后，真是厉害。一边思春一边想家，一边肚子痛，而且快拉出来了。好漂亮，漂亮漂亮！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了，最多加了五个，最难的，最难的。一边思春一边想家，一边肚子痛又快拉出来，然后发现自己没带卫生纸。你要思春在想家。这个屁也放得太准备要用手来了耶，先来个简单的，兴奋。Yeah. 好，难一点点。兴奋，突然想到钱掉了。哎，好，兴奋想到钱掉了之后，又发现自己赚到钱了。哈哈哈兴奋，钱掉了，又发现自己赚到钱，哇哦！然后肚子好饿哦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放了一个屁，然后很害羞的噗嗤一笑，你不用配，我自己配。然后很害羞的噗嗤一笑，很害羞。好厉害啊，好厉害啊，难不倒他们嘞。考英语考他，考他出题目，考他。出题目，你用像广东话考他好了，对对对，让他听不懂的。你先出第一个。好，看到一台车，然后呢被惊吓的反应，太夸张了。车的左边轮子压到右脚，然后右边的轮子压到左脚，然后排气管烫到舌头，然后被门夹到耳朵，耳朵掉在地上，捡起耳朵，把它摆在桥上继续踩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很好。好难了，好狠哦！因为孙英让你出的题目真的是太难，不是一般人可以会发生的事情。因为我看得出他演技非常好，所以我请问一下，到底是什么角色会遇到这种事情？其实我流了满头汗，真不知道。好多机会都算蛮厉害，因为就常常拍戏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真的吗？我在演的时候，旁边已经笑得翻掉，我还在演，其实导演已经准备要看。
我笑是永远不会有声音的。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对啊，你笑怎么没声音啊？你要我出声，要不然我会吓死。你要不要比个手语表示你的快乐？不是，我把所有麦克风堵在他嘴巴上面，看他会不会出声。都不会有声音，我骗你。笑不出声没什么，我真的没声音了。所以有时候跟他拍戏很累，我还在演，他还在笑，还在笑。不是，是应该我们觉得说跟你拍戏会很辛苦。对啊，因为要憋住那种笑很难过。啊，不要再讲了。哦，不要讲了。很辛苦。对，笑是我笑是因为你。啊，真的吗？哦，没有看过那么夸张的。不是我笑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在平复他刚刚笑的心情。好，好，那马上继续，接下来进行我们的搞笑大考验。大考验。我先要派欧弟出场。如果欧弟都没有办法逗袁咏仪小姐笑，那就我们来。反正我就我们几个轮。对，我们轮轮流。轮流逗他笑。搞笑大考验，预备，开始。我都说嘛，很艰辛啊，好不容易。不可能的，袁咏仪如果这样笑，她就不是影后，真的。你好菩萨，她完全不是。好，下一位参赛者，你够清楚。没有了，谢谢。你表演完毕了。三，好，下一位金毛狮王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一二三，笑。我的姑娘换了另外。请问他继续表演会脱裤子吗？好，下一位，我使出杀手锏。哎呦，来，好，三秒钟，最帅的狗，三秒钟，两秒钟，一秒钟，开始。漂亮，不会是大绝招？对啊，无敌绝招吧？因为他看到一个怪物，没有想到吧？我就说他要看书，一条狗可以把拳都塞进去，好厉害哦，大饼，漂亮！我跟你讲，大饼你真是够了不起。我当年就靠这招走红的，你可以再来一次吗？不要，不行，我嘴巴已经有点裂了。他如果再一次，他如果再一次，连脚都可以塞进去。所以幽影不晓得他的那个嘴巴很恐怖的哦，可以塞住整个拳头。他平常吃饭都吃碗公。我跟你讲，他绝对没有想到你用这一招，他以为你会开始做鬼脸。我现在想办法再更上一层楼了，我弟已经剃光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看能不能把我弟的头含进去。喂，不要恶心了，大家都想试试看，看你可不可以把我们逗笑。啊，好，来了，大饼，准备好了。我在后面看都觉得很好笑，糟糕。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大饼，你好逊！你好逊！我发现四个人都才逗他笑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怕到，我想逃，是不是？我这样赶快转头就逃才行、啊。他怕亲，好近哦，刚刚好近哦，来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好好好，你要想说这是袁咏仪哦，你要心里这样想，这是袁咏仪就会笑出来。来，三二一，真可爱，真可爱。我协助一下你，好厉害哦。啊、不行了，太丑了。我试一下了，我试一下。你不可以给我男朋友看到啊。不会看到，不会看到。你也来啊。我也来。没了，没了，美女只有一两个。我真的。不是，我觉得我讲国语你们都会笑啊。不会啊。你看就笑了，真的耶。怎么也不会啊。我想看完袁咏仪之后呢，还有一个搞笑大将也在他的后面。对呀，他是我的师傅啦。听说你应该也很会搞笑，对不对？其实还好了，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青年。OK， 好，来，第一位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！还被吓到，来第二位，小猪，哎，
一二三。你这个表演从头到尾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故意笑吗？请问你的目的是干什么？我也搞不懂哎。也拿个西瓜来也是可以这样蹂躏。好，下一位参赛者，好，一二三。哇哦！好丢脸啊！好丢脸！太逊了我们。啊，这又该我了。你不要再筛选了，我觉得他不会笑。没有，我用别招看看。来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依琴。猜不完 ，No hello， 我真的没有办法唱。好了，暴龙来了！暴龙来了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欧弟，欧弟回来，欧弟，欧弟。好，我们两个可以，我们两个可以试试看这种下一招。要一起表演吗？对，我们要一起表演。哎，现在精神有问题的人也可以做主持啊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台湾的观念是这样的。哎呦，所以三台都是有神经病的。要乱讲。请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陕西赛跑开始。所以这个笑到不行，好厉害哦！好，谢谢。这边有人中弹了，我们又没笑，我们又没让你笑。等一下，你还没出来哎，你还没要逗他笑哎，你不可以自己先笑呢。你要不要加入陕西赛跑？我看到他这一招，我就会笑。真的哈，来，袁咏仪小姐，请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都笑。还是他在笑。等一下。好厉害哦！然后来进行我们的盎司药学，切个亮！耶，到了我们盎司药学这个单元呢，需要演技非常好了。来了两位巨星呢，所以就要加入这个单元。你干嘛、啊？对，哎呀，我们将派出的是我们主持人群里面最会表演的奥弟。我是张学友，带来这首《心碎了无痕》，谢谢。我和你吻别在。你看，你说你要唱《心碎了无痕》，你唱吻别干嘛？这样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好，来来来，唱错歌了啦。那袁咏仪，你觉得像不像张学友？对，像，很像哦。但是我好像没有看过他是这样。有吗？其实我学功夫成了，我不知道。谢谢，没想到这次爱情会变成这样子。好了，刚开始，拖了好久。暗示要学第一题的题目是，哦哦，快点快点。好，请准备，老师 music。 好的，一个帅哥会表演成这样子呢？来，我觉得演的还蛮像的。那个小猪，很像啊。哦，这是一个症状吗？症状，哎，是哦，他是一个症状哦。杨巅峰啊！我跟你讲，他是个帅哥，你跟我说是症状。哪位姓杨的帅哥叫杨巅峰啊？原来他是个人物，一个帅哥，好不好？很帅的杨巅峰。你有毛病，很帅的杨巅峰，应该是个了啊。很帅的杨巅峰，对啊对啊。好，袁咏仪小姐，居好朋友啊。
鸡汁哦，蜘蛛侠，蜘蛛侠，蜘蛛侠，你挺帅的哈，蜘蛛侠，应该是啊，自助餐吧，蜘蛛侠，蜘蛛侠，追大哥，这个配合这个音乐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动作，因为电影里面有看过这样的画面。Tom Cruise，No No， 那 Tom Cruise， 亚诺尼维，鸡啦，对对，鸡啦，鸭嘞。鸭诺里维，鸭诺里维嘞，哎，鸡对，怎么鸭诺里维？鹅嘞，鹅诺里维好不好？朱莉，朱诺里维。OK， 鸡诺里维。鸡诺里维。哦哦，那是哦，鸡诺里维。鸡诺里维。鸡诺里维。你表演的在鸡诺里维什么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欧弟他表演的到底像不像鸡诺里维呢？你看人家帅的嘞，我也很帅啊，哪里有帅？刚刚那脸明明是歪的，你很帅的。不是的，你还是要讲帅，因为他跟欧弟差很多啊。哇，气死我了！墨镜借我。没有谁。好像李炳辉，李炳辉，李炳辉。你们叫我这么这么说说啊？小猪表演的是谁呢？哇哇，体格跟你来讲的话差很多。哎，有人说差很多，我没有讲哦。Music。待会大家一定要再看一次孙兴大哥表演，真的很好笑哈！来，大饼，李小龙，李小龙，嗯。有冤报冤。有仇报仇。我从来没有想到 Michael Jordan 的功夫也是这么好，真的哦，一直在伸舌头。Bruce Lee， Bruce Lee 哦、yeah. ，李小龙哈、哦，嗯，水晶大哥，你刚刚为什么会那样子表演？没，我看他应该是他刚刚最后有这样子吗？有有有有哈、哦，应该是那个阿里吧。阿里，对，以前那个拳王阿里，拳王阿里，叫孙兴大哥再表演一次嘛。Music。什么东西？他头干嘛要晃啊？我觉得那是筋骨断裂的人在打拳击。阿里有这样打拳吗？他在很有把握的时候，很侮辱人家的时候，就已经他就这样子。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了解了，你要不对我刚完全照着袁咏仪的一个表演方式出来的。对，这样好了，我们看袁咏仪表演一次好了。OK， 没有事。我误会你了，我相信你了。他这样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计程车司机开车开到很累，然后半夜回家的时候。金香团也有啊，哎呀，金香团，阿哥，掐锅顶的我，掐锅顶。好了啦，虽然这么爆笑，你还是要猜一下答案是谁。李小龙。李小龙。哦。嗯。那你刚刚有照他的表演一模一样，他演的最好啊。对对对，你做一首优美，他对啊，把第二个版本表演就变，对啊，照本宣科就好了嘛。你试一下，试一下，真的看一下。我们来看一次， okay， 老师 music， 明天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，等一下你等一下，手请拿出来，你。
拿的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袜子吧？袜子。他把袜子堵在你鼻子上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中国人可以被侮辱吗？来，李小龙对抗 Michael Jordan。可是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两位，你们不觉得小猪演李小龙演得很像吴耀汉吗？对。吴耀汉，你看吴耀汉。哦。你知道李小龙脸上为什么不会长痘痘吗？因为他每天痘痘。你知道好难笑，李小龙最喜欢喝什么饮料吗 ？Water。Waga 是吧 ？Water 还是 Waga？ 可以停止。我喝酒。那第三题的题目是。最近很热门的一项话题哦，大饼很费尽心思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老师 ，music。而且还踹到好重要的地方。没有啦，大腿那一侧还好。哎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国语不会讲啊。你讲广东话没关系。One Love Way。哎，答对了。那什么？韵律舞。One Love Way。韵律舞啊。韵律舞还是韵律泳 ？One Love Way 啊。韵律泳。系啦。对，韵律泳。韵律泳。好，韵律泳。恭喜你答。嗯，哎，不知道，来。还在学你跳那个韵律体操。对对对对。对不对？好。水上芭蕾。Yeah. 你干嘛用这种声音讲水上芭蕾？这样比较性感。很恶心，小猪。芭蕾水上。喂。你就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就对了。做人要与众不同嘛。水星。上水雷巴。喂。喂。哇。有有有。就是水星大哥，你有没有兴趣来主持我？好难听哦，上水雷巴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解答到底是不是水上芭蕾呢？请看，耶，就是我们的水上芭蕾啦，很厉害，每个人都答对了。好，我们欢迎第四位，就是我们孙兴大哥了，到了最会表演的。孙兴大哥表演的题目是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哈，可以。老师 ，music。泰山，山泰。好了，这样只有两个字，看你怎么变。山泰哈，别说山太子啊。太太山山，太太山山，也可以啊。哎，也是可以啊。有结巴的人讲话就这样子。安安太太，国泰民安，耶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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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财啊！真的，我们现在好像不是在玩二进二学了。随便啦，都混在一起嘛，泰山了。泰山。
我们看一下孙兴大哥的表演好不好？老师 ，music。演得很好哎，有看得出是谁吗？啊，我知道差别在哪里了。我们刚刚讲泰山嘛，对对对，因为刚睡醒的泰山，班喽，打班喽，够了，好了，我们赶快解答到底是什么呢？请看，哦，泰山，猿人泰山，再该猿永仪了，耶耶耶，接下来到猿永仪啦，大家众所瞩目的哦，好了，你们请准备，请转身，请看我们猿永仪要表演的题目是，哎。嗯，这个东西因为你的骨头啊各方面软不软？不软。好，没关系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可以的，我们给你加油。老师 music。你是那颗老鼠屎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是，啊，我都拜花北当，噗噗噗，发动了耶！我看应该是爬山吧。爬山。对，因为爬山有时候怎么回事？脚太滑嘛，所以就拿着这个鞋子拿出来，然后脚趾头，然后这样一直在爬山。那为什么只拿一只鞋子在手上？那另外一只呢？因为一只是假脚，一只是真脚。哦，对，好有创意哦。所以是三只脚，三只脚在爬山。三只脚在爬。你有没有认真吗？还是两只脚在爬山？不要太认真。一针一脚在爬山。这是什么答案？小猪，你刚笑成小燕姐，受不了。素家鱼。什么素家鱼？瑜伽树。瑜伽树。对对对。瑜伽树。看不出来吗？为什么要把脚抬起来？因为我不会劈腿啊。那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啊，让人家把鞋子拿起来。对啊，你把鞋子拿起来，让徐峰出低了喂。而且你忘掉人家打坐好不好？我是这样子哎，我脚上别人不认真嘛。大饼，瑜伽，好学的好快啊。好，我们看袁咏仪表演好了，我觉得她表演的算是很认真的那种。对，老师 ，music。而且她有做这样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？但你都没有那一招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对啊，他这样子就很我什么都没看到，真的，真的没看到，真的，真的。你真的没看到吗？没看到，什么颜色？没看到，真的没有。什么颜色？没看到了。好，我们看我们的答案到底是不是瑜伽呢？请看。好，真的是瑜伽术。哎，再表演一题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请准备，请转身换位置好了。挡什么？我们不要打架可不可以？好，我们赶快看看袁咏仪在表演的题目是。这个不困难哈。凤飞飞，凤飞飞，为什么？你还不是这样？年花是水流，谢谢您，感谢您。就他有弄鼻子这样子，我想那是他不小心弄到的吧。最近有飞飞凤吗？
这个人我基本上在这个世上我出生到现在没看过你。没看过。他不见得是人啊，我提醒你们，他是形容词。难道是沙伦国小？他是形容词。沙小到底什么做不了的东西啊？形容一样，形容一样东西。四个字。形容一样世界。哦，四个字。四个字。是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你只要讲第一个字。你不能讲啊。那最后一个字。好，要不然第五个字。要第五个字，只有四个字。好的，好，好的。第四个字啊。对，第四个字。奶。不是啊。奶嘞。奶可以到这。有些人会不会太长啊？伊索比亚。我给你们第二个字。对对对。呼呼火啊！去去去，修修修。烫。哎，火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提示了。来，四个字。什么火？什么什么？好好好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。什么火？什么奶？对，就这个，对。火什么？什么长奶？浴火长奶。喂。不会吧？可不可能啊，这题不可能啊，因为当然浴火长奶啊，有啦有啦，不合理啊，袁咏仪怎么表演奶呢？喂，不要这样，我是说袁咏仪一个玉女怎么可能会表演这么粗的字呢？对啊，你转得很硬，已经点过了，听不下去了。浴火长奶没有啦，你就在想嘛，他表演大概是什么？四个字啊，对，随便你猜。好，那就你很兴奋在旁边准备给他提示。皮捏，不能再看了，好了，他提示够了。浴火奶皮，浴火捏奶，奶火浴捏，浴火凤凰，喂，走，浴火焚身啊。浴火焚身，对不对？浴火焚身，对不对啊？那跟奶有什么关系啊？让他表演一次就知道了嘛。对呀、啊。对，再表演。老师 ，music。哦。哦。原来是什么？是有了解。原来是过敏啊！哎呦，急我！我也觉得。哎呦，急我！我也觉得。皮肤过敏。我觉得是白痴洗澡是吧？喂。好了，我们赶快答案是什么？请看。好，浴火焚身，焚身，答对，答对，答对，对。哎，不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开足了眼界，孙敬大哥跟袁咏仪的这个演技都非常厉害，对呀、啊，还是八点档大戏，就是由这两位主角主演啦，就是小迷糊闯江湖，小迷糊闯江湖，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要收看哦，也谢谢今天的孙欣还有袁咏仪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